南沙位于珠江入海口，这里瓜硕果甜，鱼跃虾细，藕壮蟹肥，有着丰富的美食资源，也造就了不时不食不咸不食的疍家饮食文化。疍家菜制作技艺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并在2022年被列入第八批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疍家人习惯用新鲜的当季食材入馔，并配以白灼、清蒸、清炒等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以突出食材中的那份原汁原味。从春夏之交的黄梅头、凤尾鱼，到秋冬时节的风扇，随着四季流转，食材会随之变换，由疍家人精选的品鲜指南也不断更新，为食客带去40不同的味蕾体验。